这是水之气息，飞鹰，拉尔森，交给我吧，浑然开，感受大地的慈悲吧。 帮我！听到了，已经在帮了。哼，对幽灵没慈悲可言。娘！娘！娘！ 真是不值一提，弱小的家伙，真够麻烦的。这样下去，大家就危险了。英格里德，请把力量借给我。 烧成灰烬，荣誉之死，荣幸之至。想不想见识一下？烧吧！炼石状态就要到极限了，再坚持一下。是这边吗？是这边。 暴风之物，这究竟是？好恶心！小心点！来了！你在这里啊！这里交给我吧，你快找个安全的地方躲一躲。 醒了，你终于醒过来了。你还好吗？我看你昏迷了好久。我现在在什么地方？这里是王国君驻地。你们是？我们是顶尖的骑士，未来将成为格兰骑士。又开始了。我叫塞利亚德，除了名字，我什么都不记得了。你这么说，还真叫人挺难相信的。
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？看起来还真是疑点重重。人家刚经历九死一生，别咄咄逼人。万一你碍事，解决掉就行了。我所知道的，只有我手里的这枚胸针，还有胸针。这东西看起来还挺高级的。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嘿，还有守在我身边的鹿。你们好，很高兴认识你们。啊，我的名字叫鹿。你难道是格兰灵魂？坦白说，我也想要跟你们解释一样，可惜我也什么都不记得了。这枚胸针是英雄之魂，我倒是从没见过这样子的。这些事以后慢慢查清楚就行。想来世界树管理员伊芙应该会有所了解吧。那我们尽快回拉格纳吧。就交给我吧。我准备好了，苦役准备好了。Don't forget to subscribe!